现在6点钟了，天刚刚亮，还没亮透的。你看，路灯都没关，还没亮透。然后昨天不是跟老梅去玩那个龙虾吗？但是去收回来都不够一餐，昨天，所以又连夜又下了一次。哎，现在去看一下有没有货，能不能给它凑一餐？不然不够一餐的话都不好搞。完了，我觉得来的够早了，这鸭鹅比我来更早。这个鸭真的穿进去吃了，好像这边有一个，先去看这边这个，那边那个好像也有鸭进去了，你看，那也进去吃了。这个鹅好像它叼走了一个，是不是啊？那它嘴里面的，是不是哦？太坏了，先看这边有没有货。没货的感觉啊。完喽，没货啊。就几只小小的。哦，这边好像有几只大一点。OK 了，先把它收回去，回去再弄。这个还可以，好像还有几个。看了，这个是昨晚的，等我再把这个倒出来，看看有多少。完了，就这么多了。哎呀，勉勉强强够一餐吧。这不够也没办法了，因为这个已经是两天的成果了。像我们这个小龙虾，凑了3天才够一餐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特别少。然后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往一次都可以吃2-3天。我来了就少了呗。真的是你来了就少了。我的错呗。真的，我们去年就看我的视频嘛，我拍了很多的，就是泥鳅啊、黄鳝啊、龙虾呀、啊、河虾呀、啊，很多的。它就一块田在那里，你们就年年抓、天天抓的有多少嘛？最主要是。去年的时候那个天太干了，应该是没有水。来哦，洗澡喽，一辈子洗一次，洗得白白净净的，吃起来才香。再清洗最后一遍。哎呀，今天煮什么味的？香辣嘛，你不是喜欢吃香辣吗？你看，倒完这个再见。打底可以啊。你把这个炸起来，你把那个配菜给弄了啊。好的，今天我给你打下手。油是哪个油啊？拿来炸的。来，油。哇、哦，这么一大桶。见底了。对对对，我以为开那么大桶过来。下油。下锅炸。一个油锅，哇，红那个。好嘞，这边。这个本地黄瓜皮有点厚，我都削一下。哎，把这忙活啦。黄瓜切条，葱切段。切片，掉一半喽！香辣龙虾料，这个好多，这个有点多了，好像有，只能说是龙虾少了，不能说料多了。来，这个给你了。抽一口出去，炒入香味了，放啤酒。烧开了，下龙虾。哇，这个味就出来了，盖盖给它滚滚。小梅，闻到香味没有？
来吃一口。这个差不多了，把青瓜、黄瓜拉过去，再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。OK， 拿点葱，拿上去准备出锅。OK， 出锅喽！好，来点香菜舔脆一下。直接摘那个龙虾弄走，直接吃个烤鸭。看时间吃好吃不？晓得吗？不需要摆龙虾，直接洗干净就可以了。试一试烤鸭。我们一般自己在家里面的话，都是喜欢手撕，不喜欢砍的。手撕的好像感觉更好吃一样。哎呦，吃饭。放下饭。哎呀，回来这么多天，终于吃到龙虾了。哎，我们之前你已经吃饱了，是不是？你想吃是吗？嗯。那、啊，还觉得可以的。嗯。哎，麻辣。嗯。麻辣小龙虾永远都不会过时。这才是吃龙虾的正确方式，知道吗？可以，现在蹲了下去。看到没有？我喜欢吃肉多的。可以，这个野生的龙虾好吃。是比较湿润的。嗯。你这次就只了一个得了哈，剩下的是我们的。他们吃那么快的，来吃那个烤鸭，那是我们在卖那个烤鸭，一直还生意都好。我们自家烤的，自家也可以吃啊，那个又比较香那个。好，说吃那个烤鸭人还是比较多，你说嘛？就是所谓生意还是好，我们一般。我靠，那么大个！我们那个基本上是湿的一个。哦，这个鸭腿啊，手撕鸭呀。真的可以，腌的都是。嗯，这个皮香啊，就是它皮最香的，嗯，啊，嗯。这个皮真的好香，这皮。那个皮最干的。嗯，最香。最好吃，皮。嗯。